谭静，谭静，谭静，你怎么哭了？进来啊！哎，我怕我爸不在，进来看看。这就是我的新家，看，里面是餐厅，吃饭的地方，然后这就是我爸喜欢的古董啊什么的。其实我对这里不熟，我爸搬家也没告诉我。好了，别看这里了，到我房间看看啊。这就是我房间，怎么样？看看，你也不喜欢，我也不怎么喜欢。我爸选的颜色什么的，我都觉得不是我喜欢那种。但是我喜欢这里，来，这是我唯一喜欢的角落。看出去，这个风景就有点像我们老家的样子。里边啊，看，那个有个池塘。有些小动物走来走去，挺好。那边也不错，那边就是有个另外一种味道，方向不一样。这边可以看到日落，那边可以看日出。哎，这边好像也有什么东西。哎，上次我们办的婚礼太匆忙了，都没来得及好好拍照，回头我们要好好的办一次。好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。别紧张，跟我爸说了，我要跟你一起去比利时。随意这件事嘛，我爸也无可奈何。就算他再生气啊，那我这样估计也过了。没事，没事。你刚刚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哦，对，我就想问你，你想好你要学什么专业没有？我因为学的是英语教育嘛，我想以后还是当老师比较合适，但是。现实的话，现实的问题你不用考虑的，你只想着你想做什么就做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学校演讲的时候多帅呀！ Without love, there's no all is well。特别帅，特别吸引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整个人好像在发光一样，知道吗？嗯。那你就喜欢什么就做什么，都听你，好吗？好，到底到底是笑还是感动啊？感动啊。好啦好啦，不要碰。